我们今天要来开箱嘉德跟全联买到的凤梨酥到底有什么差别。我这个从小吃过很多好东西的舌头，可以正确的分辨出嘉德凤梨酥吗？这就是我今天的挑战。那你觉得我可以挑战成功吗？不知道。我觉得我可以。我觉得我可以。你确定？好吃的东西，贵的东西应该比较好分辨吧？不知道。好，不要不相信我。开始。那首先我要分别介绍这四款凤梨酥。这个就是知名需要排队30分钟以上的嘉德凤梨酥，单颗34块。这是全联新东洋凤梨酥，新东洋有出凤梨酥，一个这样不到7块，34块，六个，没有一个34块，一个就34块了。再来是台凤牌凤梨酥，台凤牌凤梨酥，哪一间的？再来是高级包装。皇族凤梨酥里面也是八个。你知道这四个加起来是一个便当热量吗？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哪一个是哪一个，看不出来耶。看不出来吗？看不出来，但都，这个一定不是。那是它有点臭味。不是什么？它这个一定不是嘉德。哦。这个很香。哦。这个很甜的味道。哦。这两个一定不是。为什么？很臭。它很臭。为什么？有一个很臭的味道。我闻看看。你闻。那你再闻这个。它是淡奶素的味道。这个是香气很浓。那你觉得我应该要从哪个开始吃呢？看你觉得你想先吃哪一个。我要先吃这个最臭的这个。好啊。给大家看一下外观，就是凤梨酥的样子。嗯。这个绝对不是嘉德，内馅就是冬瓜馅，没有很甜，也没有很酸。然后外面的包装，不是啊，外面那个皮有点干。嗯。对。然后看得出来，很干。对，很干，因为很厚，它的馅都一点点。再来，我要吃这个，看起来也不是的这个。这款一入口有一个杏仁糕的味道，它是杏仁的香气。嗯，我把它吃完了。你怎么吃完？应该蛮好吃的。它不，但是它的皮，它外面的那个皮比这个好吃。这个真的超干。是不是？嗯，它皮好干哦。对，它皮真的超干。这个还更好吃一点，但它不是凤梨酥，它跟凤梨酥完全是……我吃不出它是凤梨酥的味道。亲戚远亲吧，它应该是亲戚之类的吧，或者说亲戚。我要把这个放在最后面吃。为什么？因为它最香啊，我觉得它一定是嘉德。哦。再来要吃第三个，它看起来也是。廉价凤梨酥的样子，
真的、啊。它也不是凤梨酥。真假？可是它里面的馅比较厚，它里面的馅比较厚。嗯。但是馅比较多，皮比较薄一点。但它也没有凤梨酥的香气。然后，它也是凤梨酥的亲戚而已。是不是跟凤梨酥一点关系都没有？好甜哦。对，可是它酸味更明显。嗯，这个酸味最明显。这三个，杏仁酥就是被我吃掉了。这个酸味最明显。它应该是用土凤梨吧？嗯，有可能，因为没有看过那个主要成分，但是它也跟凤梨酥有就是很远的关系。它比较偏酸一点。对，酸味最高。我不用吃就知道这是嘉德啊，完全不用比啊，很明显啊。34块的凤梨酥，来，我吃给大家看，34块的嘉德凤梨酥，它就是大小都差很多，差很多，然后厚实。我先发誓，哎，我要怎么发誓？好，不重要。我没有打开完整的嘉德看过它长什么样子，我只是依照前面这三个廉价凤梨酥的味道排除它，我猜它就是嘉德。嗯，就是一个好吃凤梨酥的味道，皮很刚好，然后里面的内馅酸甜度也很适中，不会有过酸，也不会过甜，是忍不住想要再吃一口的味道。那我是不是很厉害？一吃，我甚至都不用吃，不用吃就知道了。对，不用吃就知道是嘉德。那不请跟嘉德道歉，是我太想跟嘉德的美味了。所以这个是谁？你自己猜。我自己猜。对啊。这个一定是他啊，是，我觉得他是他。好，然后，对啊，我们来看一下。好，我们看一下，我这一定是猜对吧？这一定是嘉德吧？那个对啊，是嘉德。对，就是香气，第一个味道的香气就大胜了。第二个是，这个是什么？我有猜对吗？是啊，哦，真的哦，是他，对，是因为土凤梨的那个味道。那这个，这两个是盲猜，我把它拿出来。你猜错了啊？没关系，就是相反，相反，但都，我觉得这两个比起来，这个是杏仁酥，对啊，它有很重的杏仁味耶。如果大家想要体验看看杏仁味的凤梨酥，我很推荐新东阳的哦，他也是不小心就会吃完，剩下两个不行，那个太太酸，这个太干了，这个感觉就是廉，真的是廉价的味道，这个太干了，对，但是新东阳的杏仁酥的味道，都是杏仁的味道。那我这样挑战算成功吧？应该很好比吧？对啊，对不起，是我挑选的太便宜的凤梨酥了，我应该要再挑选更多、更高阶一点点的。下次吧。下次嘛，下次再挑战。好，嘉德推推，虽然要排队半小时，但香气、口感都大胜。还有值得34块，很幸运。虽然说平常到半小时，但我们大概排10分钟，差不多。我那天10分钟就进去了。然后贴心提醒，如果想要买整盒的嘉德凤梨酥，进去之后直接到柜台去买就好喽，不用再跟人群一起挤去挑选。对。然后另外推蔓越莓酥，蔓越莓酥很赞，爱。谢谢大家收看。Thank you.